是的，那现在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金河妈妈咪呀歌唱比赛。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歌唱老师。是，欢迎我们的三位老师。第一位那就是我们的音乐导师，欢迎舍里。下来呢还有我们的音乐导师，欢迎龚正良。第三位欢迎我们的音乐导师徐一平，欢迎三位。欢迎老师。哇，这件衣服的颜色很漂亮。哇好，这个老师常常吸引到你啊。呀，好，今天是来到第三场复赛了，到目前为止呢最高的分数是77.1。是，所以呢我们的这参赛者要好好加油了，因为今天这一场之后下个星期开始就有淘汰赛了。没事，好，马上要进行我们的比赛了。编号一是郑珍妮。是郑珍妮。哎啊，孩子的妈妈。哎，不是哦，她今年49岁，但是已经是外婆了，她两个孙子哎。哇哦，可是你当然看她一点都不像。OK， 我们先来听听她带来的参赛歌曲《女人花》。我有花一朵，藏在我心中。真情真爱无人懂，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坡，芬芳纸上最心痛。女人花摆动，若是你闻过了花香浓，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。爱过知情重，醉过知酒浓，花开花谢总是一首《女人花》为我们的郑珍妮哦争取到了多少分呢？外婆是外婆珍妮，哇，得分76.4，恭喜恭喜！那紧接着下来呢，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位妈妈咪呀要登场了。许树卫是我派来的，姓许，500年前同一家，又是你的亲戚啊，可惜不是你，好不好？是，哇，串得真好哦。OK， 编号二许树卫要带来的参赛歌曲呢，就是《可惜不是你》，欢迎他。
许淑蔚带来的一首歌曲哦，娓娓唱出可惜不是你，来看看分数到底是多少。数对，好，得分是75.6，是75.6的这个分数，那是我们编号2的参赛者，他跟我没有关系的 ，OK， 要澄清一下，要不然让人家以为真的我派来的。啊，好了，你不用担心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到最后一位参赛者，编号3哦，冯婉欣。是冯婉欣要把他的心暂时搁浅在我不是不懂哪里。他是我们今天啊三位妈咪里面年纪最小的哦。好，马上来听他带来的这首《搁浅》。搁浅，编号3，婉欣带来的一首歌曲。成绩如何呢？哇哦，76.13，非常好的成绩，恭喜恭喜！是，再次邀请我们另外2位参赛者呢，一起来到我们的这舞台前。那当然，我们今天的这3位参赛者都已经演唱他们的这参赛歌曲了。是，而且选的歌都非常好，大家都唱得很好哦。是，丝丝入扣哦。那当然，今天呢，所有的这参赛者都会暂时晋级哦。是因为下个星期开始呢，也就是第4场复赛开始，我们就要开始淘汰参赛者喽。是，到时候呢，就要大家一起见真章了哈。不过这时候我们要稍作休息了。好，广告回来要跟大家一起玩游戏送奖金，稍后再见。